大家好，我是陶欣然，我在最近热播的《甄嬛传》中扮演安陵容这个角色。我第一次走进排练厅，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。皇上吉祥。我就马上装作那个皇上的那个口吻，免礼免礼，平身平身，然后给大家就是赐封号什么的。娘娘好，给你来一个贵人吧。我是贵人，我是贵人。在您的宫里可以做什么职位呢？那就太监吧。但是还好他不知道太监是什么意思。等一下就要见到金星老师了。我一会儿想啊，我给金老师赐封个什么呢？华妃，或者是皇后。有请陶欣然。一个人走回家，和老朋友打电话。你那里天气好吗？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？康复的如何？还行，对，就觉得大家怎么突然这么伟岸？很高是不是？很多人很担心你的腿，因为是刚在日本受的伤。对，你说你过个生日怎么回来就这样了呢？是，真说起来很惭愧，在我生日的今年年满26周岁的第一天，就把自己给弄成这样。还是听说要来武林大会，故意。跳得很好哎。我们也希望何姐早日康复啊，是是是，最重要。当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，喜欢我们的欣然的话要支持每天晚上7:30在东方卫视的黄金剧场播出的《甄嬛传》，现在很多的朋友们都每天在追这个剧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评委老师对陶欣然这一段舞蹈的点评。 Actor, That was a great performance. Miss Tao, I have to say you're a very talented dancer. Very talented. Thank you.金星老师，整个舞蹈还沉浸在你电视剧人物里边没出来呢吧？哦，方俊老师，我认为何洁坐在那里又是这样一个场面，你帮了他非常多。欣然先选择一位评委和他对话。我在选择评委的时候，我能不能多说两句？可以，因为其实金星老师，我记住了您很多的话。比如像您说上台之前不管有多少粉丝打招呼，你都应该早早地进入你的规定情境，因为你要马上表演一段舞蹈。还有就是您说过眼泪是留给自己的，有什么事儿回家哭去。还有您也说过，如果
没有强大的心理准备，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，不要做这一行。我想说谢谢您，我需要做一个谦卑的年轻人。不管您说什么样的，我相信您的初衷是好的，谢谢。哦，感觉你自己家里面有一本金星语录是吧？对啊，每天翻开看一看。我的感觉是你不想让金星老师说话。啊，不是的，就这话一说，金星老师您这批评好像听着也有点不是这个不厚道了。没有。多加几个语录给他。没有，前面你那些滔滔不绝跟我后边要说你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听我讲。好。首先，我肯定你是个好演员。但你太急于求成，你特别想表现得更好一点点，所以我为什么说你还带着你那个《甄嬛传》那个剧中人物那个状态来跳舞？因为你那是后宫的，被人宠惯了，你想到这来马上进入武林大会，所有万人宠、万人爱那个样子。可这块不是那个后宫啊，如果你把那个心思给放掉了以后，踏踏实实跳舞的话，你这个舞蹈能跳得很好。所以你从第一个动作开始，你没有一个脚是站稳的，因为你太注意想表现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最棒的，我在后宫演的也很好的，我都想给你们封个位置了。如果你带着你以前的光环到这个舞台上来的话，你肯定是错位的。金姐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说那段话的时候，特别像皇后的感觉。我就是皇后，对，舞蹈界我就是皇后，你知道吗？刚才你滔滔不绝、嘚啵嘚、嘚啵嘚，那么话想堵住我的嘴，没问题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是个好演员，记住了，下次跳舞的时候抛掉那个包袱，干干净净的。舞蹈演员怎么能胜利？越单纯越干净越好，你跳得越好。你负担太多以后，舞蹈是跳不好的，记住了。嗯，谢谢金星老师，欣然接受，谢谢。讲完了以后，我就知道金星老师一定会教育你的。当然，我个人认为第一次跳拉丁舞，你的两个脚到这样的程度已经不错了。谢谢。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好，但是我接受，因为我听进去就是优秀的舞者的忠言才会进步。没有关系。你真的是一个好好学生的感觉。对，欣然。对。看武林大会并不是看你这个跳这两分钟的舞蹈，而且你只练了一天两天，只是看你这个人真具备不具备挑战自己，有没有真正那个星象。这明星可不是捧出来，捧出来没几天就过去了。如果自己长出来那个明星，那才走得长久。按照你的反应，按照你那种刀枪不入的状态，按照你的心态，你要走好了，一步一步踏实走，听金老师的，你会走得很久。如果你要是别人说你的时候，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要回，那会有个阶段就完事儿了。这样演员太多了，明白了吧？好，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。谢谢。我是一个好演员。谢谢。这两句话要写到自己的语录当中去。好的。那到底今天我们自信的陶欣然能获得多少分呢？有请三位评委给分。Excel 9.8分。金星老师。9.5分。方俊老师。9.8分。最后得分29.1分。恭喜陶欣然，也谢谢。